这首《明月天涯》送给大家。这首歌，因为它在动漫里面非常有名哦，很多 cosplay 都会用《极乐净土》。那我要讲的这首下一首歌呢，不是《极乐净土》，但是它是收录在它的同一个专辑里面。这首歌叫做《想起乱舞》哦。那《想起乱舞》呢，它是用一个非常电子感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变成国乐风的电子感。那接下来要带来这首《想起乱舞》送给大家。